是一号黄家千等演员一同出席新电影首映会，这部超催泪的剧集，黄家千这回也带着老公夏克里一起来感受。第一次看吗？今天？对。你觉得他会哭吗？不知道哎，我老公只要扯到女儿，就是跟女儿有关的、小孩有关的，他很容易哭。对，可是电影里面的小孩都很大，所以我不晓得。对，我也还蛮期待他的反应的。而这部片早在去年金马奖就取得超高关注，巩俐当时便说出他认为影帝的最大遗珠，莫过于剧中的核心人物绿豆哥。我也不晓得啊，今天报纸上才写，我也什么晓得？他有没有看到，我也不晓得，是有人乱编的。但是如果他欣赏我，也是要感谢的。啊，不过我讲的单位你就听我无，你听无，假如好了讲我真好。怪怪的，哎，上字幕啦，上字幕。护斗哥，哎，应该是护斗爷爷，真的是太可爱啦。